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原料之家的厨房教室，我是你们的厨师，与您一起制作美味的芒果椰香冰皮月饼。首先，糖粉72克，椰奶粉10克，一起过筛，奶油奶酪400克，过筛后的粉，椰浆12克，芒果干切成小粒状120克，中速搅拌，搅拌后放入冰箱冷藏约60分钟。中国高粉88克，粘米粉45克，胡萝卜素粉 2.5 克，糖粉84克，椰奶粉10克，一起过筛。食材料，刚过筛混合的粉，乐帕克淡味牛油25克，中速搅拌，多用途奶油68克，哈拉椰浆69克，慢速搅拌，搅拌后放入冰箱冷藏一下约20分钟，取出月饼馅，然后称30克虫并搓成圆球状。喜欢我们的食谱的话，记得点个小爱心哦，谢谢您。取出冰皮，称20克重后搓成圆球，寓意圆满幸福。将面团压扁，我喜欢了帕克淡味牛油的清香制作冰皮，美味又爽口。现在用月饼冰皮包裹月饼馅，动作要轻柔，慢慢封口。这款月饼带来冰凉的愉悦口感，酸甜交错的味道在味蕾上舞动，层次丰富的感受令人陶醉不已，视觉创意满满。撒一点高粉在月饼及模具里，用你喜欢的月饼模具压出模型。您也可尝试做宇治金石冰皮月饼，它同样令人陶醉，美味与视觉兼具。现在就开心享用吧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您中秋节快乐。